笑声庇护朝中起。笑声庇护朝中起。你年纪不大，却是个哑人吗？早就听说武温侯府上有一位不习武只读书的奇人，想不到在这里遇到。梅大哥，你本事好，能不能教我习武修道？你以后要用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，保护这些弱小的生命。这有何难？人之神念为魂，人之形体为魄，一性一命需要武道双修才行。除了我之外，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，尤其是你爹。我告诉你不要练，为何还要偷练？侯爷不如将此子交于我们，好生